呢，他尽情的在咬罗迪，对啊，刚刚没有。噔噔噔！今天活动中的告别是他的纯辣同学230多位，今天亲自来送终究的最后一程。还没进到灵堂，光是看到活动中追思照片跟音乐，大家就不能成团。他捏那个罗迪的鼻子，对，然后咬他的耳朵。嗯，他可能要下来。好，哦。哦，你下马了，你要换粉红罗迪了。真的，他换粉红罗迪。OK，OK，I、okay, okay, will help you。为了忍住泪水，女同学抬头仰望天空，仿佛在和众生说话。有的人互相搀扶，给彼此勇气。男同学早已忍不住泪水，但再怎么难过，也要来送仲秋最后一程。从追思会到告别式，一直以来尽全力整理仲秋。依照惯例，先捏捏鼻子。哎呀，不喜欢。Thank you.